纸了吧，不需要纸袋了。 不需要了，不需要纸袋。对，接这个，我怕你掉了，这个不是软吗？啊，好吧，好吧。你接的这个，它掉不了。 这样是最。 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有意思。去完云南再也没有想过云南。对，你知道买过地方就是会想起它，你就像西藏会买，而且你隔三差五都想买。你是发自本能的，但在北京可能吗？不可能。但是北京也有北京美的地方。对，就是你会去一个城市，哇，就跟打开很大一扇窗。然后你久了之后，你整个人的心胸和你。 看东西的角度，你就会有多面的生活方式，你会很潇洒，然后你把它圆融过来，就像收缩过来，然后形成你自己的东西。嗯，对。嗯。够吗？够了。你拿回去多吃点。 我就拿在这儿吃吧，我不要弄盘子了。 嗯，烤上这个，这个汤，完了，你没有勺子，<笑>对，北京人不爱用勺子，是吧？这有一个没有用过的勺子，还有没有这个勺子？我动了，没有，你能让感受到你的热烈？你快！
走吧走吧。太美了吧。骑你的车再往前走点女士们先生你好欢迎你乘坐坐到我们的位置有吗请坐我是十D还有 F 并最后一座将随身携带的哦，这是三车吧？不是二车吗？三车，啊，是三车。你好像也是三车吧？对呀。嗯，第三车厢，就是二吧？哦，应该往前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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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乘管，坐乘管。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尽头，安静的才是满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明白你。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们只是过来一日游，一日游对，就是去那个图书馆，然后还意大利风情街。那大家搬家去也在办公室里。对，可是因为我们是搬的。我我哥带你去天地蓝塞德瑞亚又爬了塞德瑞亚塞德瑞亚上次我跟云去吃依林你听到了哦你跟我要做鼻的你跟我 mute 掉啊I got you西班牙的海鲜烤鳗更好吃啊因为海鲜烤鳗是西班牙之前不是西班牙不懂你刚才点的是西班牙海鲜烤鳗啊
你们在那边有吃？夏天的时候，我们怀可以坐个游船也挺好的。还有对面名流茶馆，听听相声。谢谢。我提前许的怎样的对白，我懂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乘客您好，696路无人乘客车开往国展体育馆公交场站。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实际上所有的筋，身体所有的筋都是跟身体，指尖上的筋跟身体是连着的，对不对？我现在分享的是，我现在就等着人家把我养活，我这么说，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没人养活？我从我的房间，我爸说一句话。
谢谢。交给时间去融合，把时间交给起点去改变，把我们交给时间去筛选。你是一下就天亮，在你还没闭眼的时候。
没事，走你的。打包啊，不是喝的吧？好的，谢谢。我会觉得跟外界听到音乐还不太一样。每个国家、每个地方他是真正在传承那个东西，所以你经常是会掉眼泪的那种。而且那个紫外线会非常的刺眼。然后就这样看着太阳的那种，看着那种湖，你是不是已经穿越到西藏了？跟日本就这样，就这些了是吧？对，男的就这些。谢谢。男的还有一个豆浆油条，喜欢吗？像你退回去吧，什么？你退回来给人马赶走，这咋的？这样不好啊！这样你还是吃一个象，就是吃一个象，你怎么吃象的问题？我就吃一个单象，这他妈俩是仨兵。来 Instagram， 我是拍你跟我们等你，不需要啊，你借我的吗？证明你来过，你是 Jaden 二吧？我来过啊，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证明。男生们去吃印度人，你在排队？我的美食部落格。部落格。那你要去吃海鲜？海鲜真的好吃哎！你拿付钱就好了。很好吃哎。我觉得每一顿还有一个饭好吃，那个。哎，喜茶十一点开吗？飞机场有。是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好吧。而且不能带喜茶 check in 呢。没有，你去找一下先。
知道。